喜还是欢喜，除了感恩还是感恩。我们盼望了多久的时刻，终于盼到了今天。来自于整个的主题，大陆各个地区所有的道长汇集在台湾的台中地区，为了我们两岸蓬莱仙韵道教音乐会的盛大演出，我们共襄盛举，共聚一堂。现在站在我前面的黄会长、黄道长，他是中国大陆的第一高工，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来给他欢迎，谢谢。发奖了啊！这个我们中国道教协会，这是受中华道教总会的邀请，我们组团有五个道教名山公馆啊，来台湾这个一起交流这个道教音乐的文化的交流。这次我们来台湾宝岛啊，差不多有半个多月了啊，拜访了这个宝岛的各个公馆，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今天我们又到台中来，今天又受到这个中国泰山全真道教会的这么热情的接待我们、款待我们，我们代表我们五个道教乐团的名山公馆的，对全真道教会的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我们来宝岛这个十多天来，感受很深，各个宫庙。道教界的同仁们对我们非常的热情接待我们，跟我们促进我们两岸的道教文化的交流。那么我们这次的道教音乐会正式演出了两场，然后跟各个宫庙的交流演出了四场。所以今天我们在路上，一路上听这个我们这个刘龙朝接的电话，现在不少人都要来要票，那现在票都发出去都没有了，可能这个三号在台中的演出肯定要爆满，肯定很多在门外没有票进不来，或者里面没有位置，所以说明我们这次的到台湾来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这个成功的结果是在我们中华道教总会给我们这个次的活动的促进，同时呢也在台湾这个各宫庙的这个负责人啊，各同道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经常的举行，经常的交流，促进我们两岸的道教文化的发展和继承。那么我们到台湾宝岛来，看到这个道教的庙宇很多，修得很漂亮很精致，但是看到道士很少，可以说可能是今天在这里用午餐的道士还看到多了一点，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宝岛里啊多发展啊我们的道教的道士的出家的道士的形象。刚才我们说天下道教是一家亲，我们两岸的道教更是一家亲，同时我们全真道正一道更是一家亲，所以我们都是不管是全真道还是正一道，都是我们太上老君的弟子啊，我们一定要团结，要合作，要共同为我们道教事业发扬光大。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大家。不要淡。你这样子，你这样子，
辣椒啊，我马上叫他排饭过来。青菜，青菜，青菜有，青菜不要这么大叫。对对，我知道是不是吃青菜。行啊，啊，不错不错，谢谢各位啊，谢谢，欢迎大家哈。多炒一点青菜过来。好，谢谢。多炒一点青菜过来，非常欢迎大家哈，欢迎。好，谢谢。好，请坐，请坐。请坐吧，请坐吧，还有青菜哈。好，谢谢大家哈，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有中国道教协会我们的张会长跟我们的黄会长还有我们的严秘书长孙秘书长各位诸山道长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台湾来两岸这个道教音乐会的交流能够讲我们的道教文化在台湾杂天啊，今天非常欢迎各位道长能够莅临啊，我们这个台湾，能够在我们台湾这个风来仙韵啊，仙乐飘飘，永记在我们心头，这样子非常谢谢各位，祝各位旅途愉快，谢谢谢谢。继承中华道统，弘扬道教文化，我们非常谢谢中国道教协会。的助阵，非常感谢，来掌声感谢，谢谢。感恩感恩感恩，谢谢谢谢。谢了。四川青阳宫是存留我们中国道教经典最多的地方。站在我旁边的就是青阳宫的陈会长，我们的陈天院，他今天非常的高兴，他送给我们一套玄风道韵的这个音乐带，要送给我们中国太上全真道教会。我们现在请理事长来代表接受来。放炮！连啊，连啊，连！会长，曾道长，我们陈会长，吴会长，严秘书长，刘洪博士，来，城隍庙，城隍庙，来吧，有吧，来呀，来吧，道长。我们城隍庙是当家，
郑爸，拿不起来。哥哥是那个面店的喜欢。哎，喜欢触摸郑大的器材。对。枪，刀枪剑戟。这个可能拿不动吧？这个是铁的吧？